借着还钱的名义来看看分手3年的前任过得怎么样。 来，还你钱。你还挺有良心啊。<笑>哎，这花是给我的吗？给你的。来。<笑>好闻吗？ 过得怎么样啊？我呀，我现在过得还行，从毕业之后到现在，过得都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看好你。什么？总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。<笑>还行，你现在也挺有劲儿的。<笑>那你这回来沈阳待几天？我能待2天吧，当天就走。 特别好吃的凉菜馆。什么？你上车，我带你去。行，我也开车来的。啊，开车来。怪不得是周班长，这都买上车了。还行吧。行，那你带路，我跟着你。行，那你跟紧我。好。不是，离这么近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？ 我这不是看了看你换没换手机号吗？<笑>没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要带你去吃的那家凉菜特别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惨的。是呀，我还和以前一样。哎，周班长，哎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。